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一凡，我旁边是 Jacky。 因为很久没有跟 Jacky 来录视频了嘛，今天的这个视频主题比较有意思，就是测试我们的 DNA， 所以我就喊 Jacky 来跟我一起做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视频。其实我想做这个视频很久了，因为那个时候 DNA 测试好像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一两年前吧，我看了很多 YouTuber 都出，就是来看自己的 DNA 是怎么样啊，自己的就是 ethnicity 是什么样的，然后有什么样的就是身体健康的一些特征什么的，我就特别好奇。但同时我又比较担心把自己的 DNA 中很私人的东西寄给就是私人的公司，然后让他们做测试，我就会觉得就是他们会不会拿我的 DNA 去做其他的事情之类的。但是直到现在，就时隔这么久，我还是有点想做，再加上我又看了那么多人做，我现在就等于说好奇大过于担心，我就觉得反正他多也不多我一个，少也不少我一个的，那就让我们来试试吧。我们现在呢已经就是它这里面有一张卡，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就是两个人的信息都在这个上面注册了。注册的时候呢，就需要你打开这个盒子了之后，然后这个盒子里头呢，就是你收集你唾液的这个管里，上面有一些数字，你就要把这下面的这个数字和你注册的这个账户连接起来，然后就代表这个是你的。我们现在已经完成注册了，接下来的第二步就是要收集我们的 DNA 样本了。嗯，收集这个样本呢就是吐口水然后吐口水的要求呢就是你半个小时之内不能喝水也不能吃东西，所以我现在已经是口干舌燥的了。 OK， 哇，它这个里面还是这样子。我们是不会在镜头面前吐的，你们放心然后其实不用吐那么多，就是你在外面看一根管子很长，吐到，其实你吐到这根黑线就可以了。是黑线吗？对，它这里有一个黑线 ，feel to 这里，就是先吐，吐了以后把盖子盖了，把这个盖子盖上，然后把这个盖子盖上以后，再把这大盖子取了，把这个小盖子盖在上面就行了。好了，其实就很简单了。对，开始吐吧。行。哎呀。我现在已经弄好了，这张纸挡着这个管，你们就看不见里面具体是什么。但是我现在已经把这个袋子封好了，然后封之前把这个盖取掉了。现在我已经搞定了，但是 Jacky 还在旁边吐口水，他已经吐了很久了，好像没有什么进展。好，现在我们都吐完了，就可以把它封在里头。对，现在我们就把这个胶纸撕了。好，好，然后它后面有个就是直接给那个啥 Canada Post， 就直接弄去邮局就可以寄了。对，好 ，OK， 现在我们就等结果吧。Hello， 大家好，现在已经是好几个星期之后了，我从国内也回来了。我们大概在两个星期之前收到了这个基因检测的报告，但是我们俩当时都没有打开看，就留到这个视频想跟大家一起看。在正式看这个基因检测报告之前呢，我就想先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俩所知道的关于我们家里人是哪儿的人这种情况。因为我也不知道就是基因检测里面的这个就是百分比会 cover 到什么情况，但是就是保险起见，就看看跟我们已知的能不能对上。在我们俩中间呢 ，Jacky 是比较简单的那种，因为他们就是爷爷奶奶啊、外公外婆都是广东本地的。但是我这边就有点小复杂，我外公和外婆还有爷爷奶奶，他们都是在他们那一辈才来到新疆的，所以我妈我爸他们都是在新疆出生的，但是他们的籍贯都不是新疆的。我外公是上海人，外婆是四川成都人，但是我知道的就是我外婆他们再往上面几辈是从就是广东那边移过来的，就他们上面是广东的客家人。我爷爷奶奶那边呢都是从山东就是那个时候来新疆的。对，但是就是从我爸我妈那边大家就开始都生活在新疆了，我也是在新疆出生的。OK， 这就是我能分享的。哦，还没有，还有一个脚趾头，还有一个我特别想分享的，就是我身边的人很少有，但就是反正我一直有的，就是我的小拇脚趾头的那个，怎么说？就是我小拇，就是脚趾甲的小拇指头的指甲盖是就是分开的，是两半，两只脚都是这样的，但也不疼也不怎么样，它长出来就是这样，
分开的。哪里分开？你摸嘛，它正好有一个凸起来的地方，反正它就是两半，它不是一片指甲。这是哪两半？你仔细看看行不行？我这瘸的要断了。但是我不涂指甲油的时候，就是能看清楚是两片这样叠在一起的，有一点点。但 Jackie 是一片，我之前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查过，然后说如果是两片的话，就是纯汉人血统，我也不是很清楚。好了，我们现在就来看报告吧，快，先看你的还是先看我的？先看我的。好，先看。好，首先我们来到这个界面，我也不知道点哪儿。哦 ，Ancestry， 应该是这个。好 ，Bill Report。74.8%的生物。哇塞，你家还有傣族的那个啥呢？好，我是74%的，74.8%的中国人，9.3%的越南。傣族是什么？就是一个傣族嘛，那个族啊，就一个族，就不是汉族嘛。啊，就一个族。然后还有吗？这是9.6%。哦，还有9.6%这个 Broadly Chinese， 反正都是那一片的。对。但我觉得百分之八吗？我觉得很多了。对。对啊，哇，我觉得很多了，9.3%、6.3%。还有个越南人。有这个的吗？酒精？我不记得了。看，就这些，什么 alcohol flush， 你的 reaction 是 likely to flush。对，你本来就是这样的。我就容易喝酒脸，喝一口就能上脸的那种。likely to flush after drinking， deep sleep， 深度睡眠。啊，你不太行啊。对，主要是我总是需要挺久才能入睡的。有没有说，有没有能不能说点不知道的，好像感觉说的都是你知道的。 Lactose 啊啊，那你还喝牛奶？怎么说，我是 lactose intolerant， 就是什么叫，就是反正牛奶里的一种东西吧，它不太能就是怎么说，就是不太行。说 likely， 但是对啊 Not intolerant。但你喝牛奶也不会拉肚子啊。对，我只是早上空腹不能喝，空腹喝牛奶我就会肚子疼。大家都不能空腹喝牛奶？那就没问题。对啊，我觉得我可能这个也不行，因为我也不喜欢喝牛奶。然后muscle composition uncommon in elite power athletes， 这什么意思？不知道。Uncommon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ose all elite。 那就是你不那个也不能当 elite power athlete。 对，我不适合 sleep movement more than average sleep movement。 反正我就是睡觉就会蹬被子。对对，然后他蹬完被子之后他又冷，关键是这样子。对，我又冷，然后就比较容易中途就醒。对，那这个你就不是 deep sleeper， 那被冻醒了。但他这时候你会睡觉会冻多少次？上面有16次。对， times 还挺多的呢，听起来。哦，你看 new relatives552个 DNA relatives。 Find some of you from a shared ancestor closer than share a lot of DNA with you。 Distant cousins may share a single small segment。 没有这个，没有 closed to second cousin。 No， 那叫 fourth。 Third to fourth 是什么意思呀？看看。对，这为什么有300多个？因为那都是到第五第六了。嗯，啥？我觉得好 random。
back hair irritates likely little upper back hair、bald spot 哦，那还好。Hair loss early hair loss 没有。嗯，那还行。哎呦，哦，你怕高吗？不怕高。还行。Jackie 他是 Jackie 是可能有点怕高，但是他不怕坐过山车。嗯。他坐过山车可以坐好几遍。但我就不行，我就是又怕高又不能坐过山车，只要是高我在二楼就是都不能扶，就不能靠近栏杆，因为我怕我会掉下去。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我们初中的时候水房就在那个上楼梯的那个栏杆旁边，然后有的时候就我们有同学在打扫那个楼梯就聊天嘛，我就不能手抓着栏杆跟他们聊，我就要往后退一点，然后再，因为我怕掉下去，他们都经常问我你咋不靠近点说，我说不行，我怕我会掉下去。你想这个 Unibrow likely at least a little 对，就 Jackie 有一点点一字眉。那个时候我们俩刚在一起不久的时候， Jackie 每次见我之前还拔一拔，现在就完全任其发展了。哦，好，我们现在登入了一凡的这个，然后我们先打开这个祖先的这个，到我这儿就知道 都有哪些可以看了。哇啊、哦！我的太无聊了。好，它是93.3%中国大陆，然后4.6%南韩，南韩，4.6%南韩，南韩，这个 Siberian 是啥？Siberian 我也不知道 Siberian 是啥，然后我查一下，就大概就这两个是大的。那哎，那咱俩的都很不一样啊！我以为咱俩会哦，西伯利亚 Siberian 西伯利亚，还有 Broadly Chinese， 这些都没啥。哎呦，你让我看一下，我都没有看完，你这咋对我的这么不上心呢？ Broadly Japanese。还有0.1%的，为啥还有0.2%的 unassigned？ 会不会有0.2%的外星人血统？你熊样去！我看看啊。但是我不知道我会有 Korean， 虽然不到1%吧，但是一点都没有 anticipate。哦，还能看从妈妈这儿和爸爸这儿。但这是 order a kit 哦，让你再买啊、哦！算了算了。哎，怎么你长得不跟我不一样？感觉 Chinese Korean 哎 ，Korean 是4.6%，我刚才还以为0.9%呢。4.6%算，我觉得算很多了吧？我觉得上1%我都觉得算很多了。上200年，前200年，你的祖先在。韩国，韩国住过，哇、哦，也是在过去200年都住在 mainland China。其实我以为我会有一点蒙古血统的，因为我小姨总说我那个什么就是颧骨高，所以我会以为我有点蒙古血统。哇、哦，我的比你多 DNA relatives。哎，我还有一个，我有一个 close family to second cousins。啊？怎么会？也很多，在美国、加拿大，15个是中国的，还有一点点那是在哪？5个是英国，5个是日本。哎，你还有一个是那么近亲的？对啊。那谁？你问我，我问谁去？这个牛奶 lactose， 我本来就不怎么喜欢喝。哎，你有 elite power athletes muscle composition， 就你可以去做运动员。对。但我们俩其实我都不怎么运动，就是 Jackie 运动。没关系，笨鸟先飞，笨鸟先飞。Average less。对，我基本上就是不怎么乱动，我也不怎么蹬被子。对，他我可知道保护好自己了。一晚蹬个7次。
动七次，哇，但你动十六次。嗯，哼哼。你不会把它都在踹我吧？其实啊，打完我，踹完我，然后假装没事，但我也不知道。嗯，这是啥？Detect. 我有一个什么 disorders， 这个名字感觉是一个很严重的病，这个词好难啊。泌尿系统的一个问题，是一个遗传代谢病，就是尿中有超出常规水平的这种酸。嗯哼，所以呢，这个能导致什么呀？ With only one variant are not expected to have PKU or a related disorder. Relevant for you if you are thinking. If you and your partner are both carriers, each child may have 25% chance. 就是如果我们俩都是 carrier 的话，小孩就有25%的。嗯，那这个病呢，就有什么 intellectual disability。Seizures 就是怎么羊癫疯啊？嗯 ，behavioral problems。Eczema， 哎，这个好。Eczema， 这啥 ？Eczema 是不是身上长的东西啊 ？Eczema， 你确定不读 eczema 吗？我记得我听别人说是 eczema 的。No eczema， 看湿疹。哦，是，对。好吧，跟你说身上长的东西。嗯，对，我就很容易长湿疹。我基本上就自从我出国了之后，然后回国的第一年开始，基本上每年都会长湿疹。对，就我回去的第一年第二年挺厉害的，就在手上都有，然后晚上睡着都会醒，因为特别特别痒。但是这几年就好很多，但也会长，我都会长在右脚底，现在好，只是冬天的时候会长一点。好，哎，等一下，看一下 eczema 的这个重音到底是在 eczema 还是 eczema？ 美的，真的。eczema， eczema 的呢？好，我们现在终于看完了，然后呢，就是，你先说。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看的这个 report 这个过程就有点无聊，所以我们就打算，就是讨论一下，在自己看到这个报告了之后，就是最意料之外的一个，就是 fact。你觉得你这个里面最意料之外？最意料之外是有这个越南人的啊，越南人还有个别，还有个啥？我感觉他很里面很多的东西都比较没什么意义，没什么意义。就比如说什么 less likely to own a cat 对之类的 ，car will 之类的，反正我觉得我俩的这属于你的健康问题就比较少，嗯，但是你的就是 ancestry 的东西就挺多的，就又是这儿又是那儿的，嗯，但是我就相反，我的就是直接有90%多的 Chinese， 你才有70%多的 Chinese， 对，对，但是我健康问题就很多，没有啥健康问题。就是有那个 variant， 我觉得我最那个什么的就是我有那个 elite athlete power 那个 power no muscle composition muscle composition 就我肌肉组成，嗯，适合当运动员呗，反正就是，但是我的身体不允许，就是我的 healthy traits 不允许我的因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反正我们不推荐大家买这个，就是花这个钱做这个 report， 没有什么意义。对，如果 你要录视频的话，或者说你就好奇，你买一个不错。对，这个的价钱呢，还挺贵的，但我们那个时候是打折的时候买的呀，亚马逊打折的时候买的。对，这个价钱原价是一个人就是250，对，到。我们买的时候是半价，所以两份就250。对。所以呢，如果你们想，真的没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250块钱。对。知道自己的 ancestry 也没有什么，就是感觉你又不能，就是我刚看到有个 close relative， 但是我也不能联系他呀，就是没有什么用。对。就
good to know， 现在我们就安慰自己，好了，我们知道了这些信息，剩下的就没啥了。OK， 赶紧结束吧，本来就无聊，就在又长。好了，那我们就在这儿结束了，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谢谢大家的观看啦，拜拜。Bye bye。就怎么着，就觉得好无聊啊！我就不敢传这个视频了啊！好无聊啊！这个怎么办？怎么办？先看吧，这真不行就剪个十分钟的嘛，对吧？也不可能剪个我们这个视频，太无聊了。Oh my god！ 好，这个视频